大家好，这里是佛之源频道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，下半年碰到摇钱树，四生肖家里有喜，家外有金，得吉星庇护，横财滚滚来。运势分析只是一种参考，人生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，还是要靠我们实实在在,在的努力。只有你能够有所行动和付出，那样当好运到来。 就能把握。对于正处于迷茫中的朋友，希望能给到一些温暖的支持和正能量。生肖猪，属猪的他们生来属相五行水汇聚，其中七十一年生的属猪人，那因为拆串金，称为金猪，熬到了六月初，有望得六十九年土鸡帮助，形成有土生亥金生财局，待大运一到。 钱字当头，财运红的发紫，存款花不完，哪怕再穷都能翻身。此外，相对一部分属猪的朋友来说，最近五天命宫不幸遭遇盘根，飞廉凶星来犯，引起健康运势这一块有点不妙，多重视头痛头晕的现象。同时，对于个别人而言，最近容易犯困，尽量晚上十一点前睡住。 注意少吃吃生冷寒凉的食物。生肖猴，属猴的人属相五行属金，其中五十六年生的属猴人，丙申猴年，那因为山下火，通常称为火猴。等到了六月初，有希望得到九一年土阳协助，形成未木生申火生财局，待机缘一来，运势爆棚，财运广进，变身大富豪。 万事定能逢凶化吉。此外，对于一部分生肖猴的朋友来说，接下来四个月薪水会一路飙升，职位也不断提升。同时要记得，要多注意克制脾气，远小人，亲君子。相信水滴石穿，绳锯木断。经过不断奋斗，日后日子越发美好。生肖龙。 属龙之人生来属相五行火旺盛，他们忠厚老实，对不同的人或是性格多变。熬到了六月初，六六九零年生的属马人阳气汇聚，日支五行木相助，构建木生火相生局。等时间一到，喜事接二连三，能够成就更丰富的未来。另外，生肖龙的人，未来两个月贵人运。 也将变得无比旺盛大吉。同时要记得，要学会用创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。相信宝剑锋从磨砺出，经过不断的奋斗，将来越来越幸福。生肖鼠，属鼠的人步入六月初，出纳官，刚好得月得吉星庇佑，有机会告别早期一段时间，运势真的很一般，想啥不来啥的境况。 等好运一来，好运到家中；要是接住此番机缘，机会一来，桃花好运袭来，身价大涨，幸福悄悄来袭。运势之说，仅供参考。命由天定，运由己造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静待否极泰来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志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恭喜了！ 属羊人，假如生日带了这个数字，你这一生都会富得流油，人生也是起起伏伏、悲悲喜喜，这才构成完整的人生。正是在平淡中，我们感悟人生的真谛；在风雨中锻炼我们的坚强。人生正是因为，在酸甜苦辣咸的浸泡中，走向了深刻，更加富有内涵。若能保持一颗平常心， 按本色做人，按角色办事，按特色定位，不以事为忧，不以德为喜，人生就可时时安乐。旺运锦囊属羊人的财位方向：北方、西北方。旺运宝贝，宠物狗旺运颜色：绿、红、紫。生肖贵人，属马属羊的你，如果生日带了这个数字，一生都会富的流油。以下均为农历初二。 初四、初六、初七、初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七、二十二、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这几日出生的属羊人，为人心慈口快，性宽心大，办事前进利落。少年勤俭，初年平顺，中年渐发，若能得朋友敬重，好运来得更早。 男人建家立业，明显荣贵之命；女人持家兴旺，贤惠之命，家境兴旺，祝福一子之命，晚年平安幸福之命。阴历生日尾数为二，出生在阴历初二、十二、二十二的属羊人，倒不是说挺二的，只是他们的命途真的很简单崎岖，终身都是如此。而这些日子出生的人。 对后代真的非常上心，竭尽全力的，有苦自己吃住，有好的让孩子享用。这也注定了他们是苦自己、望后代的类型。阴历生日尾数为五，出生在阴历初五、十五、二十五的属羊人，他们也是老是要吃许多苦的。看起来很满意，但是内里的一些苦，只需他们自己明白。 他们也不喜欢与人说，自己承受住就好了。虽然苦了点儿，好在他们也是很望后代的类型，对后代的影响挺大的。阴历生日尾数为七，出生在阴历初期、十七、二十七的属羊人，是苦中带乐，乐中又含苦的。他们是达官的，对命运有自己的了解。 屈从命运，只是让自己更好过一点；而他们吃的苦头，真的愉悦别的日子的人。好在自己苦，但是让孩子能过得极好，能有好的长进，他们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。进入六月份，属羊人的工作运势如日中天。在这个月，属羊人的运势非常旺盛，几乎势不可挡。在这个月里。 属羊人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，就可以得到之前梦寐以求的各种职位。当然，前期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，还需要一定的机缘。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，属羊人的事业运势一帆风顺。进入六月份，属羊人的财运真正是八方来财，挡都挡不住。主要是由于事业运势和爱情运势。 都不需要自己的操心，让属羊人直接有机会，全身心的投入到投资当中。不管是投资股票，还是各种期货市场，属羊人的金钱运势挡都挡不住，买什么都是赚。这样的运势，看起来真的太令人羡慕了。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。 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越老越有福，越老越招财。四大生肖女。 晚年不怕没钱花。俗话说，每一天叶子都是不同的，都有自己的心态。特别对于女人来说，经过了岁月的沉淀后，但容貌却并不会因此而减分，她的内在反而沉淀得睿智又动人。年纪越财运也就越好。出身虽然会影响性格，但是很多时候性格是天生的。 有的人天生就性格很好，有旺夫体质，雍容华贵，能够给丈夫带来好的运势，招来财富。例如娶到下面这几个生肖女之后，男人的运势也会越来越好。而且这几个生肖女年龄越大越招财，所以晚年根本不怕没钱花。生肖马女，贵人相助。生肖马的女人。 一生都能得到贵人的相助，他们往往是十二生肖中最幸运的那一个，天生具备富贵的命格，能够凸显出富贵的气质。他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就能获取一笔横财，他们的性格往往很开朗，总是能让整个家里充满欢声笑语。他们也有助很好的帮夫运，他们是十二生肖中。 福慧双修的典型，娶到属马女这样的老婆，丈夫永远都不用担心家里的事情，甚至自己的事业，在属马女的好习惯影响下，会被带动起来。属马女年纪越大，就越会生活。会生活的人，大多数都能源源不断的招财进宝入家门，大富大贵指日可待。生肖兔女。 菩萨厚爱，属兔的女人善良温柔，乐于助人，心软，一生都在做好事。他们看不得别人过得不好，他们是天生凤凰命，他们一生积累下的福报不少，因此命中菩萨厚爱，一帆风顺，工作婚姻两不误。往往嫁的老公特别疼爱自己，福气满满，可谓是越老越多金。 越老越有福，而这种风度在婚后其实是很受欢迎的。这样非但能够让自己丈夫免去了很多后顾之忧，与此同时，生肖兔女也是完全能够凭藉住自己的本事和能耐，在丈夫背后成为那个出色的女人。在年纪越大的时候，生肖兔女的福气也会越来越多。 结婚的时间越久，老公的财运越旺，家里的钱财越多，所以晚年自当会有富贵到来。生肖虎女才华不浅，生肖虎女性格是比较强势的，她们本性就比较强悍，气质突出，才华不浅，加上天生有美貌，这样的女人总是可以吸引大家的目光。 属虎女的事业心也比较强，成家之后，她们也放不下渴望成功的心。如果能够出去奋斗，他们会做成大事业；如果不能出去闯荡，那么他们会选择做丈夫背后的女人，帮助丈夫事业。属虎女越老越有智慧，帮助家庭走向雍容华贵，不断招财。 所以，生肖属虎的女人天生财运旺，能招财，而且年龄越大越易招财。因此，老婆生肖属虎的话，晚年根本不用担心没钱花，反而会有大富贵到来，让全家一起享富贵。生肖猪女，心态乐观。生肖属猪的女人气度宽大旷达，心态乐观，即便面对不好的事。 也能乐呵呵的。所谓“笑一笑，十年少”，属猪的女人们不必昂贵的护肤品，皮肤也是润滑白皙的。再加上属猪的女人，多数生来就有一副福相，越老越有魅力，越老越招财，容易过上富贵有钱的好日子，从而不但能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出色，也会在提升自己。 和成长自己的过程中，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积极，而且不管在什么时候，生肖猪女都是能够凭藉住自己的实力和本事，从而让自己越来越积极。甚至不管在什么时候，生肖猪女都会让自己越来越受人喜欢，年纪越大，越能招财纳福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志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。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，自立等人，大愿就可以实现。